大家好，我们来看一下，这是一个脸部桑拿仪，里面是一个小碗，这个小容器是不能摘下来的，它是跟这个机器底座是一体的，里边是放水的，放上水以后，我们看到这个面罩，面罩的话呢，它两侧有这个凸起来的。这个小扣，那么就它是直接放在这个，我们看到这边有一个卡槽，放到这个卡槽里边，这边呢就是往右转一下，这就是锁上了，锁上以后有两档开关，然后呢里面有这个网子。有这个孔，出气孔，这边呢有个钮，我们往这边一旋转的话，打开，往这边呢就是关上，打开，关上。我们要觉得让它出气不是很多雾气的话，那我们就是挪到中间关一点点就可以了。它这个呢有两档开关，然后。在打开开关以后的5分钟，它就会出蒸汽了。我们就可以把这个脸部放到这个面罩里面，就可以做桑拿了。一般10分钟，每星期蒸2次。这样的话呢，我们就把那个毛孔蒸开，毛孔打开以后，蒸完了，我们用纸巾把这个脸上的水蒸气擦一擦。擦干净以后，我们可以用精油啊，可以用这个润肤霜啊、爽肤水啊，这些营养的东西它都会吸收得很快。那么这还有一个罩，这个罩子呢是专门做局部的，就是我们的三角区域，像鼻头啊等等的，给这些做桑拿的。那么给这个鼻子区域做桑拿的话呢，毛孔睁开了。那我们这个就不会产生，这个鼻头啊，就不会产生黑头，就是使用起来非常非常的简单，每个星期用2次就可以了，非常好的一个美容仪。